大家吉祥，祝大家吉祥。我们继续昨天的四尊善男子善女人发二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须菩提只翻着问这么两句话：“应云何住，云何修行。”其他的一本还有一个“云何修行”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，云何修行，多这么一句话。这个一本上没有，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其实这个问话呢，云何住心，云何降伏其心，就是修行的含义嘛。所以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这个译本当中没有云何修行，大家知道就是了。因为住心降伏其心就是修行嘛，你怎样能够使你这个心能住得住，怎样能降伏到你这个心，这个意思啊就是修行。因为我们都晓得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当机众就是须菩提，须菩提是他问佛，佛答复他，就互相问答。这部经从始至终都是问答，都是问答，就是一问一说，一问一说。须菩提呢，在这个佛的弟子当中，就咱们前头说了，1250人众的弟子当中，他是理解空义的是第一，叫解空第一。因为他过去多生累劫，那不是一生两生了，是无量生了，多生累劫的时候，他的修行就是一个空，观空修行，对空的道理头他特别深入。因此他在这个印度降生的时候啊，就产生一种瑞相。什么瑞相呢？他降生之后，他家里的库存所有的一切财宝全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空掉了。但是呢没过了好多时间，所有的库存呢就又盈满了。因此呢他的名字呢就空上，空上。这生的时候他空了，空了之后又都有了，没多时间又显现了。而且显现的财宝呢有好多不是以前所有的，翻空上虚无体。又一种翻译呢善现，因此啊就是不翻了。因为他什么呢，在这个无翻当中啊多含一故不翻，说须菩提意思呢就又翻空生，又翻善现，那有这种含义了。这个名字还有很多解释啊，各个经论解释不同，各个老法师也解释不同，我们就以这两种解释就好了。所以在这个须菩提啊，今天呢他特别开了悟了，咱们就说开了悟了。怎么开的悟呢？他看着佛起完时
抽了叶，把衣服搭到架子上，把他波也都洗好了，完了这么一坐，他就明白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跟着佛修了20年了。所以他从大众起来，他就问这么两件事儿。那他问了这两件事的目的，一者他为自己申论，说他感觉着他所理解的、他所证得的这个空，这个空意含义还不够。我们大家理解，凡是说空的，一定建立有上，没有不会说空的。因为有才说空，因为空才显有，空能成就有，有又能显示空。先懂得这么个含义。我看我们这些道友，优婆夷占多数，10%都是优婆夷，而且大多数恐怕从念佛堂出来的。你们参加的道场多数在念佛呢，但是我这个呢，这个说空，是不是把我们念佛空掉了？不要错解了啊，不要错误理解，因为空你才能念佛。空掉什么呢？空掉你思想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烦恼，其他一些杂念，完了你才能一心念佛呀。你要不把那个空掉了，你怎么念佛呢？当你念佛的时候，能念的是你自己，所念的是阿弥陀佛圣号。知道我这个能念的不存在，所念的阿弥陀佛呢也不存在，在这个极乐世界，咱们所要生的极乐世界是化度，是阿弥陀佛的化度。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世界，娑婆世界，这个世界呢就翻苦，极乐世界呢就翻乐。我没有苦怎么能显乐呢？因为有那个乐才知道这个是苦，苦和乐是相对的，相对的。在这种的道理啊，咱们现在以后的就是多数讲这个道理啊，我现在提一提就是了。因为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须菩提他已经悟得这种甚深的般若的道理。昨天我最后时候下座的时候跟大家说，空一定是真空，不是断灭空，不是我们看见虚空这个空，不是这个空，是真空。什么叫真空呢？真空跟断灭空不一样，真空不空，真空不空。什么叫有呢？有是虚伪的，幻有、假有、假有非有。非有就是真空，真空不空而显的有就是妙有。为什么加个妙字？妙字就说是你所因为那个有没达到妙，又达到妙的时候，那个有是什么有呢？没有。没有而显有就叫妙有，不空而显空叫真空，是吧？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要理解这个意思了，先大体这么理解一下，完了你就
渐渐地深入了，就能够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如果你的思想这个没有个大概的印识，没有大概的轮廓，对，那以后你学起来到后头辩论的时候，你学起来就比较的困难。比如说我们寺庙里头前门都是个三门，中间我们出家人就遁入空门。空门是什么都没有了吗？那么作为的每天的咱们到这个灵隐寺的朝拜的，也有游玩的，也有看风景的，进这个门的人不一样的，但是不是正的正门，不是进入的空门，进入的方便门。方便是善巧，方便嘛不是真实的了。因此呢，假方便正入空，假那个方便来显这空意。所以我们这个经啊，金刚经所说的都是方便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要讲到真空，讲到妙有，说我们大家知道禅门的话，凡有语言，凡有文字，凡有思维，这都不是真实的。这言语之道，言语道断，心行的思想思维处，心行道灭。但有言说独无实意，凡是说的都是假的。但是他这个方便善巧，从假的让你印得真的，从假的印得真的，这就是须菩提所要问的道理。我怎么样做，怎么样能把我的心降服？但是须菩提现在是证得阿兰果的，阿兰果的俄罗汉呢，他所证的这个空呢，只断到见惑跟思惑，没能断到尘沙惑。这个文中所说的他从坐而起了，问法的过程了，这是意思。意思呢，有应该做的理解，礼仪上的事，完了再请法。像我们大家昨天都参加，看我们昨天的仪规，就是意思的规矩，那就是我们应该那样做，应该那样做，那样做有时间占据很多。明白那个意规，明白那意思就行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所行的呢，就是要方便道，就不是昨天那个意思了，不是昨天那个意思了。那么我们这老和尚，让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下过去的大德们说法，这是我们传统的规矩，应该这样做。就像须菩提他从坐而起啊，单膝坐地，合掌恭敬向佛请求，这都是有，这不是空，这是事实。但是这是现象，不是本质。因此啊，在很多的事物上，凡是我们所见到的都是方便道，不是真实道。没有方便你达不到真实，因为有方便才能达到真实。但是他所成为的稀有，稀有就是很少，
很少，西有四尊嘛。说佛呀，出世时候能够见着佛的一个化身，那要得多少善根的。现在我们没有那个善根，我们没见到。我们现在是所处的时代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已经迁化了2500多年了。那现在呢，他的法还在，我们虽没有见着佛，现在法还在。那所以我们见着前的佛像，所以佛说的法，那把它入佛在，就像佛在一样的。所以你要再过上的一段时间吧，连这个法也没有了，连僧人也没有了，到那个时候，那《金刚经》啊，想闻这个名字听不到了，没有了。能有这个时候吗？肯定会有的。但是这个中间是断断续续的，断断续续的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就知道现在这个须菩提来向佛请求的时候，他做的意思，做的意思。因为向佛请法的时候，在礼仪上，在礼貌上，必须得做，必须得做。刑法的表示有的时候不都一样的啊，刑法表示一样的情况都不一样的，是这个上面是这样表示的。所以它称稀有四尊，稀有四尊，稀有呢就是极尊贵极少的，就是在我们现在了，这个稀有也没有了，我们所见到的像，而不是那个方便的实体了，这是一种意思了，这种意思了。佛经上都如是做。但是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像这个须菩提，说是一切众生，要想正得了无上正等正觉，要想成佛吧，咱简单说，要想众生也要想成佛，必须得发心，先发心。发什么心呢？发一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耳朵到了3秒3的阿字翻无，阿字翻无，这个无上正等的心，那个阿字啊，翻无阿耨多罗就翻正，3秒3菩提翻片智，无上片智。那三菩提呢，就翻觉悟的觉，发了无上的正片智的觉悟的心。我们经常说就叫发菩提心了，就是减料的意思。那三菩提就翻觉悟的觉，咱平常是菩提就翻觉，就是发了无上的正偏觉的这么一个心，就发了正觉心啊。啊，另一种翻译呢，就把这句话就翻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总之说吧，耳朵多了3秒3菩提就是菩提心。发觉悟的菩提心，说要想成佛，要想做佛，你得先发一个觉悟的心，完了才能成道。
到究竟了成了二罗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昨天我们大致说过一下，要发这么个心，必须有三种的和合。第一个心，先生厌离心，对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，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所以一切世间下不去贪恋它，不去贪恋它，知道这个无常的，娑婆世界就分堪淫，就是这个世界是苦，这个世界众生能够淫苦，为什么表示的呢？他不修出离，不修出离，发二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就是求出离，求出离。第一个心就是求出离心，要脱离这个苦难，怎么样达到不苦？这第一种。第二要利他，要犯大悲心，大悲心。大悲心必须得有智慧，有智慧就结合般若，还要发般若心。其实你一发心的时候，就含着一个厌离苦，求得乐。那么不是为了自己求苦离苦得乐，愿一切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，这就是大悲心。但是这个大悲心都有智慧啊，是吧？离苦得乐不是一句话呀，那还要去做呢。怎么做呢？心只是一个出发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了，遇到烦恼了，家庭琐碎的事情，社会一切的事情，假使说遇到灾难了，你变不变？如果你发了心的人了，碰着地震，碰着水灾，碰着大火之中的火灾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是自然灾害，还有人为的人祸。咱们经常说天灾人祸，战争，还有国家的政策法令，因此啊，这些个种种的使你的心呐、不能够做，就是客观外边的现实的环境也排斥你住不住。你要能够通过这些障碍能够住得住，这是外在的影响。还有你内心的变化，你一篇妄想很多。每位道友回顾一下，就不咱说远的不说，就是你今天要来听经的上午这个时间，你心里想了很多问题，也遇着很多的事情，起码说穿衣吃饭呐、一切行动啊，那是往这来搭个车吧，车路上碰着塞车啊，人讲究时间要到了，你赶不来，你着急不着急啊？动心不动心呢？因为这样子，你有了，虽然你有个觉悟心，外头的环境的客观现实排斥你，这个觉悟心就成了障碍了，成了障碍了，没办法。你能住得住吗？而且我们日常的生活简单说，你还能住得住吗？这心还能住吗？你能降服得了他，不随着情况转吗？就是骂你呢，非礼相加。我那书梯跟前坐车到这儿来了，本来10块钱的，他要给你要是50块钱，你生气不生气啊？你能给他50块钱吗？你是跟他吵嘴吗？我说就现实的生活来讲，你能把你的心降服吗？
你要会想的呢，好了，我现在包包里还有50块钱，就给你50块钱，把心降服了，不跟他争辩，那你不也会吃亏吗？有社会说你有这个不合理呀。如果你能降服的心，你说今天有个善缘，我正想布施供养呢，今天人家打药师佛旗，我该供养药师佛，行了，我就拿你当药师佛了，你是活药师佛，不就给你了。要能有这样的心量，这样的降伏起心，不错。不要把那个佛经上每一句话把它从钻那个牛角尖去钻，那你钻不出去了。你从你日常的生活的，你怎么使你这些能降伏得了？怎么样能使你这个心能住得住？住就是不动的意，住就是不动的意。但是须菩提问的意思还不是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呢、啊。须菩提已经到了不动心了，世间境界相他不动心了。咱们用另一部经上说，《楞严经》上说，说你这个心要能把一切外头的境界相遇到什么事情，所有凡一切所有的都叫境界相，遇到任何事情不动就是住，不动的意思就是住。要把他心里降服了，不随外在境界转，而能转变境界，这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住得了不，降服得了不。说你心在胡思乱想事儿，不要想，让我心住到什么上头？住到金刚经上，住到佛法僧三宝上。他要想胡思乱想，不让他想，把他降服掉。有这个本事就行了。现在我们修行，不论你是念佛也好，习禅定也好，学教义也好，就是在一切法上，你能住得住吗？能降伏得了吗？能不打妄想吗？妄想纷飞的时候，能让它停下来，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，能歇下来吗？那专注一境，让我们念佛的道友们念阿弥陀佛，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吗？一心不乱就是不就是住啊，能到一心不乱就是降服了，其他的心都没有了，就是一个念佛之心，连这个能念的念佛的心也没有了，念到无念，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？这就是住心降服其心的含义。那这一段的经义呢，就是这样意思，就是这样意思。所以须菩提所要请示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应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但是这样说呢，把这个道理啊引向的很深的深处。这以下的经文呢、啊、整个这一部金刚经就是解释这么一个问题，怎么样住心，怎样降伏心，云何住心，云何降伏其心，用这个意思来发挥，在这个意思上能发挥到般若意，能发挥到般若意。其实再说到前头，
须菩提说佛，说善护念一切菩萨，善福主义菩萨。护念就摄护的意思，就摄受嘛。我们大家感觉到我们在佛摄受吗？佛摄受吗？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境界？你必须见了离体的时候。咱们昨天讲，从文字般若，从观进入观照般若，从观照般若到进入实相般若，这个实相就是一切法性的离体的时候，你要能有这种的观念，有这种的思维，你会感觉到佛在放光跟你说法。咱们在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天天放光说法，咱们感受到了吗？能跟佛的结合到一起了吗？咱不论念哪部经，金刚经的般若部上，这个前头没有说，你发法华经啊，或者楞严经啊，或者华严经啊，华严经这种意思最多，是地藏经。佛最初什么话也没说，光是放光，放光就是说法，有一种大力根的那些十方的那些大菩萨们，他一见着佛放光，他就闻到法了。佛是放光照众，佛一放光啊，见着佛光啊，知道佛要说什么什么法了，他就从其他方的世界以神通力来到佛所。这个意思就是善护念的意思。一切诸佛善护念一切众生，他是放光说法，放光摄护众生，他的光明如若菩萨的顶。这样我们在学密宗教呀，灌顶啊，灌顶啊，就是以他的意念，他的心智，他的德加入你的身心，转化你的身心，灌顶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给脑坑挤上几箱几点水，现在我好多事必须要那个大德啊，或者喇嘛摸摸顶，这才灌顶。那是一种表示感通的意思，实际上你也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因，感不到这个果。你必须有这个因，成熟的因，感到成熟的果。摸顶受记，那个受记就说你一定能成佛，在时间，在什么处所，在什么地点，你能成佛，叫摸顶受记，是要受记你未来的事情。要么有时候洒洒大杯水啊，滴点净水在你头上啊，这表示用这个来加持你的。咱们是求加护吗？求诸佛菩萨来护念吗？善护念善福主就这个意思。须菩提他从现在20年之后才认识到，他现在才体会到，说是善护念诸菩萨，善福主诸菩萨，就是佛经常的说法，说法就是加持意，那就是护念菩萨，就是护主菩萨，灌入的全身，特别在地藏经啊特别突出，佛嘱托一次又一次，嘱托一次又一次，到第12品的时候，见闻利益品的时候，叫观音菩萨弘扬地藏经，大家可能读着地藏经的就知道，这就是护主，这叫护主，叫地藏菩萨，所以凡事待我所处事的末法众生，他乃有一点点小善，一微尘的
沾到三法边的，沾到三法，沾到佛法上三法边的，你都把他们渡了，不要让他们下地狱，地藏菩萨承担了你。因为在这里头为什么提到这个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呢？因为他跟我们这个世界最有缘，佛就是善护念一切众生，善福主祝福诸大菩萨来度这一切众生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护念我们，嘱托这些菩萨度我们，就是善护念佛善福主。那为什么须菩提以前没请没听到呢？功力不够，还没修行好，一直到修行到20年了，因缘成熟了，那现在嘛，他才向佛这样请求，才启发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因缘，是入世来的，入世来。这种深意我们体会不到，我们可以浅易的理解吧。现在理解入住，我上灵隐寺来了次数也很多了，我也记不到好多处了。反正最初开始1935年，我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，我也从来没说到这个的来跟大家共同学习，从来没这个妄想。而最近这几年来了也没这个妄想，因为这个不是弘法道场。这是我们怎么说呢？这是金忏道场啊，打水路啊，打法会啊，像药师法会啊，或者观音圣诞的话，这个都做道场。那讲经弘法这个没有这个因缘，说那个时候没有，现在有了。现在啊，我们组织这么好多人在法堂来讲经，这个妄想都没敢打，因为这不是这个地方，不是处所，不是这个地方。那他现在变了啊，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的，因缘生的。那我们这里头有没有开悟的？学了《金刚经》开悟的，有没有正道的？当年是有的，但是这是因缘，因缘。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物，得应有这种观念。你看吧，我昨天跟大家讲啊，我们这个一切说法，佛所的教授我们的一切法的当中，一者是因缘。实地事物实人的关系，人间的关系，那得要看你自己的因缘成熟没成熟。咱们在经文里头，这部经文里头大家就知道了，不说你这么大家共同学习一遍，你闻金刚经一个句子，那闻到他当中几句话，那这听到一个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名字，都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，但那佛前种的善根是经过无量一劫无量佛种的善根，你才能到得闻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名字，何况你学习呢？就说我们过去已经有这个因缘了，现在成熟了，成熟了能学它一遍，能学它一遍。但是是不是我们一学大家都能开悟了啊？听到了都能悟得般若波罗蜜了？不行不行，还做不到，因为还没有达到那种的善根成熟的时候。大家都读到楞严经，我们师父们早晨上早殿都要念楞严咒，那是个什么因缘呢？那就是楞严经上的因缘，楞严咒。阿难尊者遇到摩登伽女难，
将会解体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就派文殊师利菩萨持着楞严咒救助阿兰，阿兰把阿兰救回来了，那个摩登伽女也跟着来了。阿兰在佛的身边了，到那个时候也十几年了，功力也有了，天天闻法，断了见思惑。阿兰尊者跟佛那么多年，而且天天都在学习，他因为他还很清净的了，但是他天天闻法，他闻了楞严经，他并没开悟啊，他并没证得呀。摩登伽女是阴女啊，为什么一闻法就开了悟了呢？他的善根成熟了，所以闻法的先后，学法的久近，不能证明说他就有道德了，就有修行了，这是一回事。摩登伽女以前从来没闻到法，而且是个阴女，为什么她一闻法就开了悟了呢？她就证得阿兰果了呢？这个问题就大家思索去了。你思索了，你心里就明白了，必须经过你思想的反复的关照，反复的达到思维修。因此啊，须菩提说佛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菩萨，护主的意思，护念嘛，就是佛的加持。现在我们三宝弟子，现在我们大家平等平等，都是释迦牟尼佛弟子，初入佛门的，学习一两年的，像我们学习七十多年的，平等平等，并不是学习久了，知道的多了，悟性开了一点儿，或者一个初学的，刚闻到佛法的，那他善根成熟了，因缘成熟了，他会走在前头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无量劫的前头的事啊，我们只是从现象看呢。在现象上一定要达到本质，就是我们从文字般若一定要起观照，观照般若一定达到实相，实相就是本质，一切诸法都如是，都如是。而在一切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教化一些众生的时候，都是根据佛的教诲，根据佛的教诲。但是这个中间的教诲我们怎么样的善巧方便引导一些众生发菩提心，引导众生不要失去你的信心，不要失去你的信心，使你的信心呢随时在增长。所以须菩提今天的请求是为我们请求的，如果不是须菩提那个请求，我们现在能学到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吗？因此呢，你要感念须菩提，感谢他向我们请法，但你读每一部经，学习每一个法门的时候，那个发起的、请法的那位的大德，我们要感谢他。同时，他也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。须菩提他也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我们未来的一些众生，为了一切众生。那么这部经，佛说这部经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它是有目的的，也是有宗旨的，
说什么种子什么目的呢？就是想满足一切众生的要求，要产生的真正的信。现在我们这个信三宝，到寺庙里逛逛，这不是信。像我们出了家了，有的是受了具足戒了，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，这四宗弟子，信是普遍的，净信、清净的信心，这个就不同了。有的他那个信是颠倒的，时而信，时而不信，在你心里妄想纷飞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刻，就是现在我在说，大家在听，我们共同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妄想啊？有没有颠倒的想法啊？就随着我的语言转呢，有妄想，有其他的想法，那你随法成了戏论。您看道舞厅跟跳舞厅差不多，跟戏剧场差不多，那不成了戏论吗？那是正信、清净信，就是这个心呐、啊，就在这法堂里头呢，没到外边去，就全身全力的都注注在金刚般若波罗蜜身上，你必须得这样住。须菩提不是问佛吗？怎么住心吗？就把你的心住到现在金刚般若波罗蜜上，学般若波罗蜜，信般若波罗蜜。咱们诸位都在佛的护主之内，善护主住菩萨。佛教母闻道的，把你所知道的向一切众生说。你不是闻到《金刚经》了吗？你不是在这听《金刚经》吗？你要劝化一切人都能相信金刚般若波罗蜜，完了都能够离苦得乐。须菩提他本身他是阿罗汉，他没发菩提心呢，他还不是菩萨。须菩提他是个罗汉，他还是声闻，他不是菩萨。他请求的，他想再进一步学菩萨法，因此他请求佛说的是菩萨法，是菩萨的大菩萨法。那他本身不是菩萨，他为什么要请求菩萨法？而且请求的还是空意，金刚般若波罗蜜是空意。他在声闻当中理解空意是第一的，理解空意已经跟般若波罗蜜相似应了，有很多地方相应了。相思应他感觉着才理解到不够，他要回小向大，他这个思想或者他这个心转变了。转变什么了呢？不住在声闻道，想转变成菩萨发大菩提心，所以他才有入世的请求。请求现在我们，现在我们大家啊，没有断见思惑，还不是声闻呢，
南顶隐寺第一位我们还没到呢。那么我们要有机缘，也要行菩萨道了，有机缘再学习般若波罗蜜经。须菩提他今天就他请求这个，他开了悟了。他怎么开的悟呢？他看见佛的吃饭、穿衣服、洗碗、服坐这些生活情况当中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忽然他明白了，他明白什么了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显佛道，就显佛道。他这是没有说了，往往理解到，理解到。他佛不做这些事情是可以的呀，佛不要这样做，可以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就是护念菩萨，护主菩萨。他就体会到了佛的教母练习着我怎么住心，说你吃饭把你心住到吃饭上的，起食把你心住到那起食上的，乃至这生活的过程吧，把这个心注重到这个上。我上来昨天不是跟大家说本生吗？本事吗？这就佛的本生本色，也一切母一切众生的本生本色，吃饭穿衣睡觉任何人都不免的，这是人的过程。这就是叫我们练习我们这个心。我们是不是这样的？吃饭全心全意的吃饭，睡觉全心全意的睡觉，是这样的吗？练习的住心，同时降服我们自己的心。佛法一点奇特的地方没有，不是讲神通、讲鬼神、讲那些奇奇怪怪的，那不是佛法。真正的佛所教导我们的，就在你吃饭、穿衣、日常生活中你所做的事儿，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去攀缘三生相位触法六尘境界。就叫我们这样做。禅宗说终日吃饭没吃一粒米呀、啊，在这吃饭，吃饭饭是米做的，一粒米都没吃到。要吃饭不是吃饭的，是做佛事呢，是吧？六根门头不去攀缘三生生为处法的六尘境界，要心转变这一些境界，心能转境就是佛，心被境转就是众生。好像很简单，这样说很简单，但是你要去分析去，你这心不住的时候很复杂，要降服你这个心。怎么相逢？什么念念清净？佛答复他不住三生心，不住生相未处法生心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住什么地方？住什么地方？这心还有生没生？有生没生？你要任何因缘，对任何事物，你都不颠倒。都没有贪恋，经常这佛经说的心不贪恋意不颠倒，达到这种境界了。不论顺境逆境，称心的事儿、不正心的事儿、违背心的事儿，一律不执着，不执着，看破了，放下了一切假的，看破放下还不自在吗？
在任何环境里都是自在的。告诉你，八苦交煎的时候，八样一起来都没关系。八苦嘛，我们大家的嘛，出家的比丘啊、比丘尼啊还清楚些，在家的嘛，这个优婆塞、优婆夷嘛，这八苦也不是那么清楚的。生老病死，你关照如何呀？耐别离，你最可耐的人，或者他死了，或者遇上灾难了，非离开不可，这苦了，这苦了。你冤家、仇人，你想离开，嗨，怨真坏，越是争嫌的，越是不耐的，他越聚会到一块儿，离也离不开，你所耐的，想聚会也聚会不到，这叫耐别离，怨真坏。还有一个求不得，你想得到的得不到。现在社会上人人想这个做生意干什么，都在求什么？求财嘛，想发财嘛，得不到啊，并不是一求你一来就发财了，办不到，还有那个福报没那个福报，这要求不得。这个我们都可以能容易理解，五蕴之上，这个就不容易了，这是八苦。五蕴呢，塞心二法，一个外边的客观的现实的环境，一个里头你内己的思想的作为，这塞性塞受想行识啊，色法是有形有相的，受想行识是无相的，是感受的意思。这内心的合起来嘛，五蕴嘛，五蕴之声就是色法跟你心法偏多了之上，这叫八苦。八苦想断出八苦都很不容易了，要不解脱了，没有证的，像这个须菩提，他今天问他这八样都没有了，他这八样也都没有。现在我们以前那个在那个宋朝时候，一个真谢了禅师，他也是像那个这老法师，也是讲经说法呀。他突然间这个病得要死了，基本上是死了吧，就等着火化，等着火化嘛，就在那个我们的火化炉旁边都有个房子，必须把他尸体搁到那房子，在我们和尚的规矩要停七天才能烧，有的嘛三天烧，当时死了不能烧，为什么呢？他的尸还没有离开他的肉体，如果你给他烧了嘛，他会痛苦的，起了憎恨的。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是停他七天的，在停他七天当中，他又活过来了，活过又好了，好的时候做首诗了，做一首诗，说讲道论话时可伤，就像我们这一天呢说法，到处给人家讲，说这个关照起来是很伤心的事儿。为什么伤心呢？说现在我要到死了，一天到这个中朝身窝涅槃堂，就是这个还没烧呢，把我搁到这儿来了，抬到这儿来搁起了。过去当法师的时候，这个也来请问，那个来参选，现在到这个时候啊，没人来了，门为物，门无过客，窗无子，门呢一个人来都没有了。那个时候也没有玻璃，都是纸糊的，窗上连纸也没有了。说你说这不伤心吗？说讲道论佛时可伤，中朝身窝涅槃堂，门无过客，窗无子，炉有寒灰，席有霜。那个铺那个席子上啊，就像这还没降霜呢，一降霜外头飞进来那个霜雪啊，落到席上，
形容着当时那个西凉的境界。病号使之身是苦，我说害了病了才知道这个身是最痛苦了。见事独为他人忙，活着时候啊，康健的时候啊，自己不去修道去，那给别人忙啊，见识多他。到这个时候才显他功夫了，这老生自有难心法。刚才不降不起心吗？就是他有降心的方法，八股交筋总不妨，说八样一起来了都没关系。他就死在我现在住那地方能仁寺，雁荡山能仁寺，这是宋朝一个真歇了禅寺，就因为这个他改了名字叫真歇了，到这个时候真正放下了，真正歇下来了，真歇了禅寺。所以我们平常说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懂得什么呢？懂得降伏其心的道理了，能够降伏其心了。有个什么境界吗？说你真能够降伏其心了，真能看得破了，放得下了。有一个老居士，老太太，叫老太婆吧，她佛法也不知道什么，但是她只受过三皈，三皈。就从受了三皈之后，她的理解力到什么程度了呢？受了三皈之后，他对任何事情都放下了，都皈依佛了，佛怎么样做我怎么样做，闻到法了，他一切都不执着了，都不执着了。不论人，不论任何人跟他说任何事情，他有一些他的话什么，不管他，不管他。那有一次啊，他家里头他的老伙伴死了，他没在家里住的，别人给他送信说那老伴死了，他说不管呢，他也是不管他，就是丈人说火烧房子了，他也不管他，他任何事情都是不管他，就他的心心有所住，住到什么上呢？住到无着上的，一切不执着，就是他住心的功夫很大。但是这个啊，达到什么境界呢？无拘无束，无挂无奈。因为我们说能住心很不简单，说我们就是学会了一个能住心，现在我们学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能学会的住心，能住了心了就是解脱了。住到什么境界呢？住到无住境界上，无着，什么都不执着了。住是无住，心无所住，离开三生相位出发，不住一些境界，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。降伏其心，就是换句话说，说通俗一点吧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像你现在今天是药师忏，求药师佛，求长寿。药师佛就是消灾免难长寿法，叫长寿。我们都愿意长寿，长寿，活着干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问一下，说我活着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活着？我怎么样活着？你怎么样生活？现在我们还不会生活，还不知道怎么样生活，那学学《金刚经》吧，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生活了。再就是降伏其心，降伏其心，在一些变化当中，你的心不变化。我们拜忏也好，念经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前头再加个一心，
为什么加个一心呢？说你呀、啊，降服不了你的心，你那心变化太大了，你处处都不一心，收复回来吧，收到一心。但简单说啊，这一心呢、啊，就是对一切的你所遇到的现前的境界下，能够解脱，都不去执着它，都不去执着它。说执着的，就是放不下，放不下就是看不破，放不下看不破，你能舒服吗？你舒服不了了，也不自在了，是吧？因为你关照你的心，新鲜那个无挂无碍了。你关照你的心，什么你都看破了，没有你贪恋的。到这个时候，这菩萨心也成就了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了，没有恐怖了。说这个世界上一切境界下，任何你都不动心，不挂碍。这样把一切世间相全部放下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领悟到这一点，关照这一点，只要这样去做，在你所修行的里面，你就成功了。修行不是有什么奇特的方法，就是你关照你现前的这个心，这个心就叫思维修。我们一天一天的，从早晨起来到晚上到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有很多的事儿了，有好多的事儿，吃饭呐、穿衣呀、大小便腻了，一切事儿了，家庭的了、社会的了、人情了，事情很复杂的，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？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？你要是学会了《金刚经》了，你就会处理了，你就解脱了，解脱。解脱就是不为这些个任何事情所沾染，不带这任何事情生第二心，生什么心呢？生烦恼心。那你要这样就会善用其心了。说我一切不执着。一切不执着就是空了，空了才不执着呀。执着都是有，空意就是不执着。能有这种智慧，这叫般若智，因为般若智就达到空了，达到空了就叫解脱了，这才叫入空门，真正入了空门了。这一切世间相，那叫随缘。但是你的心不起二念，不去贪念，不去执着，心不贪恋，意不颠倒，这个就是空意，不执着就是空意。但是这个空啊，还不是真空。从真空里头，在一些事情上说，咱们是得离开这个事情，才感觉着解脱了。真空不是这样，达到真空意，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头，一天也是照这样运作，吃饭穿一切行动接人待物，一切都这么做。但是你坐即无坐，这叫随缘，你心不动。心不随着变，心不随着，是吧？日常生活之中，你天天如是做，天天如是想，随一切境界的外端相的缘，你自己不变。般若意是这样的，真空里头所含着一些事物是妙有，妙有不是有，就是真空。
你吃的味道，吃菜的味道，有咸的，有辣的，有苦的，有酸的，有甜的，不论什么味，你吃是一味，等同一味。辣的你也不感觉辣，苦的你也不感觉苦。我们那不是个呆子吗？是个傻子？不是的了，不是这样的意思了。说呆子傻子不做疯子，精神失常，那他没有这些个，那又不同了，那跟着般若也又不同了。他清明了了，你看你很多师父，在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又喊又叫又哭又闹的。但你遇到这些时候，你心不动摇，不随着外边境界去转，去转，本来也没有什么快乐，也没有什么悲难，没什么幸福，没什么危难，把它看成了平等平等。这个平等心呢，就是母所要学的，也要证得的般若心，功德之心。但是这一切事物，如果你心证得了，看着是有，一件都没有，因为是空的嘛，你才是心无挂碍呀，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啊。任何事物业果在你身上不起作用了，不起作用。到这个时候嘛，入道了，入道还没有成哦，还没，只能说入，只能说不执着了，这只是初步，初步会得般若意了，会得般若意了。这个我们说的太多了，就是一个，这个在文殊师利菩萨说跟教授智首菩萨请问的时候，在华严里的境界。他就告诉我们善用其心四个字，就是一部净恨品呢，就是善用其心。上来我说这么多，这都是善用其心。你怎么用心？用善用其心来解释金刚这个般若业。这只是须菩提向佛这么请问了，请问佛还没说话呢。那我们下看看佛怎么说的啊，佛怎么答佛的。佛言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如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，汝今谛听，当为如说。善男子善女人发了耳朵了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入室住，入室降伏其心，威严四尊，愿要一闻。这个文字上的呢，就是佛就说他，嗨，你问的太好了，问的太好了，很好很好，善哉善哉。本来是在我们中国的语言的习惯呢，应当哦，须菩提啊，你问的很好啊，问的很好，应当这样说。啊，印度的原话呢，他不这样说，他说很好很好，须菩提。就这样一句话，这句话我们听来好像要这样说很别扭啊。现在欧洲的话，欧美的话，乃至我们中国西藏人说话都是这样的，他是倒装句。但是鸠摩罗什法师翻呢，他就给你翻过来了。对，他这是用原话。比如说我们说吃饭，在我们汉人的习惯嘛，吃饭吃字在前头，啊，主持呢饭字在后头。但是西藏人呢，或者你印度人呢，或者那种，他不是说他要饭吃，饭吃，他是颠倒一下，说咱们这个翻译经的文字啊，有好多这样的，你要理会到就行了。说啊，须菩提，你问的很好，很好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是吧？像你所说的。你说是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助诸菩萨，不错呀。你说的很对，
你不是向我请问我吗？请问好啊，你要剃平，剃平，剃平啊，不是光听说话，要入理而听。剃是审时，入理，这说到究竟，就咱们讲的实相般若，你要按着实相般若去理解，这叫剃平，剃平。啊，咱们说通俗一点吧，啊，就是你呀、啊，听经的时候别三心二意的啊，到这法堂了，把你外边心都放下，到这里头就好好听，就是这么个含义。剃平，你要好好的听呢，我可以跟你说，当为如说。如果是一个好男人、好女人，要想发无上正整正觉的心，有发菩提心吧？想发菩提心，应入世做，入世降伏起心，就照这样做，照这样降伏起心。威严四字，愿要语文，照怎么样处怎么说，还没说呢，没说呢，就是应当照我，意思就是说，照我以下的所说的话这样做，这样去听，但是你要入理赞叹。这就佛就答复他了，本来这两句话就完了，这叫随文解释的。但是这样随文解释不行，要这样解释就算完了，那就犯错误了。我们主持有这么两句话啊，有这两句话，这句话听来很刁难，实际上不是的。一文解义，三四佛缘，如果是说法者讲经说法事，就照着文字说一下子，这是佛的冤家对头，那就成了谤佛了，站在佛的反面了。那该怎么说呢？离开经文吗？离经一字，佛所说的法理离去一个字，即通魔说。有人问过我呀，说法师啊，你讲经是离开文字啊，是不离开文字啊？离开文字你是佛的冤家对头，而不离开文字跟佛所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啊，照文字来说，那又三四佛缘，你该怎么说呀？我说我个来他个不急不离，我也不离文字，也不急文字，急文字不对啊，离文字也不对，那我就不离不急吧。综合一下，这佛听了须菩提请问佛这个答话呀，就赞叹他说，这是赞叹须菩提的，是吧？你请问的很好，你呀、啊、问的不错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你问这话呀，很得我的意，就深会佛心了，就是很好很好的意思。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，如来确确实实的是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诸上，那你就好好听吧，你好好听，我就跟你说，说你不要散乱心听，不要睡，听的时候还就快瞌睡，在听的时候心里跑到别处去了。同时呢，就审查一审查，审查什么呢？审查审查这些个好心的人，发了菩提心的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是就是指着能入佛法的人，能入佛法的人，要是不具足信心，他听了不起作用，不起任何作用。所以有信心的人，若是不是来替听，不是来入理听，不是真心的来听，来凑热闹的，他也不起作用。说只是种个善根，文法是种善根的，是吧？我是求福报的，就来生让我发财，来生让我长寿，来生让我别害病苦，
这些都不是真心听法的。是吧？你问我怎么样住心，怎么样降伏心呢？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佛法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呢，这就是般若意，就是无有什么形象，没有什么可做的，不及世间，不离世间，完全及世间了，就是世间法，啊，完全离开世间法了，那你还说什么佛法呢？它起什么作用呢？是吧？日常生活琐碎的当中，就是真理。你做的时候却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无作了，无作。这里头含着义理的非常深，非常深。那么就靠着你体会，用语言，用文字，说要把它使你开了悟，不可能。得你自己用心，从你观照一切法的，它体性是空的，它的因缘是有的，因缘没有自体性，一直性空，性空能成就缘起，缘起而生起。显这些诸法的知空之有，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这就是缘起法。凡是因缘起了呢，没有实在的体性，那实在体性呢是空的，不要去执着它，是吧？《金刚经》就是讲的性空，性空啊。前头我讲的那个真空。真空就说的性空，性空不要把它理解成虚空那个空，那是断灭。性空不空，那一切事物的有，有不是有，是缘起的，那是视线的假有，那假有非有，那在佛经上，在这个讲金刚经上说是妙有，妙有也是说的般若意，要把你的执着心去掉，那就是般若心，降服了分别妄想执着颠倒，就合乎般若意了。佛就跟他说了，你问这个道理很好的，那你好好听吧，我就跟你说了。怎么说的呢？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仰入世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要卵生，要胎生，要丝生，要化生，要有色，要无色，要有想，要无想，要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啊，要菩萨有哪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接着佛答复的，初步答复的须菩提的话。那么佛跟他说完了，赞叹他完了之后说呢，问得好，问得对，那你既然喜欢听，那我就跟你说吧，说这就是佛跟他说的，说一切诸菩萨摩诃萨，菩萨摩诃萨呢，菩萨印度话叫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梵文的华言就是觉有情，有形象，有的众生无形象，都不知道；有的众生有思想，有的众生没思想。佛法如故，故能从清净成佛。
无余涅槃是究竟成佛说的，有余涅槃呢是生为圆觉。像这样的灭度，就是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度的话，度到无数无边，度的很多很多，度了这么多众生，一个众生也没度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度众生不见众生相。什么缘故呢？须菩提啊，如果一个发菩提心的度众生的这个众生菩萨，这个众生叫菩萨了，名字不同了，他还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他不是菩萨。必须得怎么样才算是菩萨呢？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才是菩萨。是不是发了大心的想度众生的，拿什么度？怎么度？那要有个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众生都是迷的，你要度他，让他不迷，那个方法呢，就是觉悟的方法。觉悟的方法，你要度他，先得让他发心。你让他发心，你自己得先得发心。发心做什么？学什么？学怎么样度众生？发什么心呢？发心成佛，求无上的佛果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吧。发了这个心，一定都有愿，愿就是希望，希望达到什么？你发心只是一个初心呢，初心有个目的吧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说我们经常不是说吗？我家里不难了，或者自己六亲眷属谁害病了，我到庙上烧个香吧，跪在佛前，我们看见那个许多的。那个啊，男女居士在那嘟嘟囔囔的跪在佛前，在那就叫发愿呢。他自己在那说呢，说什么呢？对佛祷告呢。祷告我们就是去发愿，发什么呀？说你要保佑着，让我母亲好了吧，我将来啊跟你来烧香啊，或者挂幡呐、啊，或者这叫发愿的许愿。许愿好了。好了，他把愿忘了，不还了，有没有呢？有。等二回有病了，我说这回可不得了，就加倍奉还，尤其发愿去了。就发愿，就是我想要做什么，就叫发愿。对吧？你想做什么事业，想向什么方向奋斗，那你思想现在有个底呀，这个就叫发愿，就是希求，要想达到一个你所计划的目的。说你要想成佛，发了个愿。要想成佛呀，第一个得先发菩提心。佛是觉悟的，你得先发个觉悟心，有个觉悟心，达到觉悟的目的，那你得度众生，不度众生，不能成佛的。这叫愿菩提心，发愿叫愿菩提心，不是发了一个菩提心就完了的。菩提心还有无量的菩提心呢，学法也得发菩提心，希望学成，愿菩提，发愿度众生，发愿度众生不是度一个众生，两个众生，众生多得很，发愿度的是一切众生，不管贪婪痴患。我们一般的发愿都是度人，很少度六道的那个一些畜生类的啦，地狱类的啦，恶鬼类的啦。我还没听说谁发心度恶鬼去，只听观世音菩萨是恶鬼。对，因为我们见鬼就怕，他敢度他吗？怕鬼啊，好多人看那个黑影子就当成鬼了，就怕了。你还喊去渡鬼啊？
你肚子他都来找你来了，找你了你不就吓死你了，是鬼的种类很多，就像人的似的。刚才我说人的种类很多，这个地球上人类，咱只说这个地球人，这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呢，像我们这个地球这样子形式的多得很呢。我们咋看见我们这个地球啊？你看见别的地球了吗？说我们这心太小了，说你见不到的事物还多了。现在我就遇但有，不承认说有美国有欧洲，他不信呢、啊，没有啊，哪有啊？他直接看见他那个周围啊，你照那个西藏的羌塘，到那个西藏跟缅甸跟云南交界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有人类啊，那人类你跟他说什么他不信的了。还有那个青海的玉树、囊谦、成都这三县跟西藏交界的，大家知道唐古拉山吗？唐古拉山的这个两边的，他们生生世世祖祖代代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个地区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信。你说西宁怎么样怎么样，说拉萨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不信的了，他只是信他那个地方。众生的种种类类啊，必须你心量大一点。我们从学佛经你才知道佛说的一个极乐世界，你跟人家说极乐世界，人说虚幻的，哪有这么回事啊？现在好多人相信极乐世界吗？我们这些念佛的弟子说求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相信吗？你是从无量寿经从阿弥陀经才知道，知道是意念呢，究竟极乐世界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。就像我们以前是吧，美国欧洲美国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好像说的是天堂似的美妙不得了，你去看一看去吧，你到那儿你才知道。生日生极乐世界上不错，没得苦难了，一生直至成佛。你真正到极乐世界去，如果你没有修行好的，没修行好的你也去不了。结果你去了还是众生，还得修仙。那个莲池里头也有罗汉，也有出发意的菩萨，你刚升到去，你如果不是了在这个世娑婆世界了了生死了去了，你到那里是罗汉果位的，那个众生那一类的不同了，你在这儿发的菩萨心到那个世界又不同了，他那个世界好多个世界升到那个世界去的，你必须得了解，必须了解，发心发愿，不论度哪一类众生，度哪一类的众生，你要想度脱他，灭度呢，就是让他了了生死。灭度的意思就让他了生死。但是你先得把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除掉，再去度众生。如果你自己度众生有个哪相人相，当你度众生没有众生没度了，度度他反倒被他把你转化了，你又变成众生了。那不是情难，那是道义。如果你以情感的度众生，那就叫有哪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我相就是自己，人相就是他人、一切的人，众生相可就包括多了，贪婪四化四生啊。你对待蚂蚁能不能把蚂蚁当人看待？特别是蟑螂、老鼠、蚊子，
你想种种办法把蚊子撵开，不让它咬你，甚至还把它打的一巴掌把它打死。对老鼠和那个灶台上的蟑螂，你看见这个众生怎么对待它，你把它当成什么？你把它当成佛看待吗？要当成佛看待，你不会讨厌它了。你讨厌老鼠不讨厌吗？对一切众生，这都包括在内的了。还有飞禽，天空飞的，还有一些化生，早晨生了晚上死了，那叫蜉蝣，那是虫子。说人生百年，就是人活一百岁吧，跟那个蜉蝣，蜉蝣是最小的虫子，早晨在水上生了，晚上就死了。说你这一百年的跟他这一天平等平等。说人寿的八万四千岁，那跟我人寿的百岁那怎么比呀？不能比呀。那四方天的，他的一天是我人间五百年，他的一千岁，你算算是我人间好多年吗？因此啊，是度一切众生的话，不要有个相，要你离开相，有相了就有分别心。我要度哪类众生？跟我有缘的，跟我相好的，跟我是朋友，跟我六亲眷属，啊，我才帮助他，啊，其他的我不管。这不叫度众生，这叫什么呢？耐见。耐见大悲，为什么这时候发心的时候，发大悲心的时候，必须得有般若呀？没有智慧的，那是耐见大悲啊，那你是从情感出发的，情感出发的度众生不行，必须把你情感的放下，那个就不叫菩萨了，不叫菩萨，是吧？度众生不见众生相，那得先由自己来说。不要有我相，我是能度者，众生是我所度的，这叫我相。人相呢，就是一切众生的他相。有人经常说众生相，众生相就太多了，众生的相就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有情的，还没说无情的。在华严经的时候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都要他得到一切智慧，能把一切无情变成有情，有情也可以变成无情，那个道理就深了。这个还咱们讲般若部还没到那个，没到那个甚深境界。假使你发了心了，你要灭度众生的时候，让一切众生都等达到不生不灭那种境界，凡是叫众生的都有苦，没有没苦的，不过苦的程度不同，苦的大小不同。要度他的苦难，让他都能离苦，都能得到快乐。那你自己首先度众生的时候，不要有众生相。这个问题啊，不是我们所能够一时的马上就听着就会的，这要靠你行。你怎么样忘我？你现在的我相没有啊，你有我相一定有他相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我执特重，一切以我为主，那我心里想什么，我想怎么样做，都是我呀。你先得无我，无我呢，就先得把我执破除。要想先把我执破除呢，就得先断见惑，不断见的迷惑，你破除不了怎么知道？
所以见货很多了。这名相不讲它了，有88种，88种也不止。这个我们不详细在这儿，不详细讲这个名词了。但是你要想破除我见很不容易，你要把我见破除了，咱们就没有痛苦了。说谁在受苦啊？谁在受罪啊？我没有了，谁在受啊？破除这么一个都很不容易，再破除他相更不容易。他相就是我相、人相，就是一切人、一切众生吧。那众生相就包括非人类的了。受者相呢，不要理解的是受命那个受啊，这个受者不是做那个讲词的，受者是相续。我人众生受者永远相续的，它不停歇的，不间断的，永远不停歇。大家如果读着地藏经懂得这个含义，说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坏了，地狱该没有了，免不脱的，它转移到他世界去了。谁转移的？他的业障自然就转移，叫业障转移。那他世界又坏了，那又转到他世界去了，那这个地界这个世界又成就好了，那他又转回来了。非得你那个业消了，那没有了。说业障没消之前呢，都有，永远断不了的，永远断不了的。佛答应须菩提，给他说，说入果了，发了心了。发什么心？想降服自己的心，想度一切人。那把这个一切的人呢，都分成这些个类，包括一切的胎卵湿化的众生都在内，不管他胎生的也好，卵生的也好，湿生的化生的也好。有的众生有色相，有的众生没有色相。这个现在科学证明。科学证明无色相的众生，就意念当中的，都使他们证得了究竟成佛。但是你发了这个愿心，想要消灭一些众生相，那先把你自己心了它，消灭这些相。你连自己的脑壳、脚、手足，连自己一个我相消灭不了，执着就执着你自己，那你自然的外头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了。先得自己观想我不存在。怎么样观想法呢？你经常想想我的鼻子、我的眼睛、我的嘴巴、我的身体吧，跟我的桌子、我的茶杯，这个花现在给我的属于我的，我的花，我的不是我哟。那你说了半天都是我的，我的脑壳、我的心脏、我的身体，那我在哪里呀？你现在把我消灭掉，才能我入世，其他的人都入世。那你先得观，就先第一步修，先得消灭我相，先得消灭我相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苦恼呢，说苦恼烦恼就是我，什么事以我为主，是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，还是我自己为主，都是我的，不是我，我的绝不是我。那离开这些个我的，我在哪里呢？
我们以前在终南山有两个老修行，讲个故事啊，我看时间还许可不？两个老修行，有一个老修行，他们两个打同参呐、啊，打个堆修啊，用了一二十年了。其中有一个越修修不下去了，这一二十年浪时间都浪费了，什么功力也没有，烦恼还是很重的，不想学了，不想在山上修了，他就在终南山下来了。那个道友说，你不要下去了，下去危难得很，就在山上修吧，公道自然成啊。他不听，下来他走到潼关，山西潼关，那从陕西过来，在渭水河旁边吧，潼关，大家看小说知道大战临潼关呢，就是那个时候的事。临关他走到一个乡间住个小店，走得很疲劳，走了一天了，就盘上腿搭坐修行修行。他在山上一二十年还是有功力的了，那不行，一二三怎么住得了？他这一坐呀就入了定了，这是我们和尚的行话啊，入定了就他一切思想思维都停下了，没睡着，修修惯了就叫入定了，定的境界。我们要俗话说嘛，他的灵魂呢就离开他肉体了。他这个店老板看见这个和尚在这坐着，坐了一天一夜了还在坐着，完了第二天看见还在坐着，拿手一眯着鼻子没气儿了，他就把他当成死了，这是和尚入功入定了，他把他给烧了。这一烧麻烦了，什么麻烦了呢？他店就闹鬼了，他天天回来找，说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说我怎么没有了，在那闹，别闹，这店谁还住了？闹鬼的店谁敢住啊？咱们刚才说度一切众生，叫度恶鬼，度鬼道，他们都怕鬼啊，哪还敢度他呀？大家放焰口的时候，看见那面严大师，观音菩萨化身度鬼去了。他这么闹久了，这个传言传到这个山上去，他那个老同参就知道了，他晓得我这个同参已经遇难了，他也下来渡他了，顺着他走的路走的，到这个店里头来，跟这老板说你这店里闹鬼，生意没法做了，我帮助你把这鬼收了好不好啊？后来店老板高兴得很呢，哇，那师傅感情好了，那谢谢你了。他说但是我有条件。他说什么条件啊？我能答应你啊。说你给我预备大缸，说这个办得到，我们盛水大缸嘛，弄一个装上一缸水，说孩子预备一堆木材，老板就答应给他预备木材。他说到晚上时候啊，人定了，十一二点钟那个时候，半夜前那时候，说你把火给我点着，其他就不用了。老板一回错了，他在木头烧火是因为他个冷的烤火呢，晚上给他点着了，好，火也点着了，这鬼也来了，说我在哪里，我在哪里，就喊他。通常说你在水里头，水缸里头，要到水里头就喊，说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到火堆里去找去。他就到火堆里就找，他说火堆里也没有啊。完了，他这个老兄跟这个老兄说了，说你已经达到了入水不淹，入火不焚，你还要我做什么？嚯，这一下子，他那个同参就死的这个鬼啊，开悟了。大家想想怎么开悟的吧？入水不淹，入火不焚。我们要达到无能的境界，这个世界障碍不到你了。你要能达到无能，你上极乐世界一坐意就去了。现在你用你的心量
你静坐下来，凡是你所到的地方，就拿江苏浙江两省说吧，像普陀山了，像那个什么天台山了，你去过地方到成了，你这坐着一坐意，你全到了。如果你到过美国，到过欧洲，到过澳洲，全是五大洲，你都到过了，到过南极的底下，北极的底下，你坐这一坐意，顿现，在你思想上都到了。你把你去过地方，你这么一想，顿现，你这心里头微妙得很呢。这个时候，你快能够就经常这样想，你会进入到无我。正因为有这个身体把你限住了，如果没这个身体啊，就得了通了。鬼是有通的了，人是没通的了。鬼无障碍的，他没有肉体的障碍，你有个肉体有障碍了。为什么俄罗汉他有神通，大神通，但是他得入定，他要出定了时候，这个肉体就把它束住了。所以说菩萨能转变一切，他肉体就是他的妙用，他就是肉体，就是带着肉体可以到一切处。但是如果是你没有到这个境界，你不能理解他，你不能理解他。例如说朝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的发的愿，印何人朝五台山，文殊菩萨下来到一千里地接你。我们朝过五台山多少次了，你看见文殊菩萨来接你了吗？这不是像你的朋友或者到太原来接你上五台山，到北京来接你上五台山，是有像的了。文殊菩萨的愿力，因为你跟他境界思维不一样，没法见到他。他来接你到一千里地接你，等你下山了送你到八百，就接一千送八百，四大名山只有文殊菩萨发这个愿，连接带送。你见到了吗？我们朝五台山的人很多呀，有人曾经这样问过，哪个是文殊菩萨？我就反问他一句话，说哪个不是文殊菩萨？他就答复不出来了。说我们朝五台山要见观世音菩萨，你说哪个不是观世音菩萨？你可以做这个普通观想吗？这就是思维修，思维修，这是属于禅宗的意见。在这一问一答的，就看你的学来的本事，这是学来的啊，不是正得的。学来的是依着佛的教导，依着佛的教授，依着大家主持那个大德的语录啊，你明白了，明白是一回事儿，得到又是一回事儿。咱们说个极浅显的，大家都明白的，咱人民人行，中国人民人行是谁的？中国人民的。那你也是中国人民，你到人行去拿钱办得到不？办得到不？办不到。你可以跟他说我是主人呢，你做人吗？我是主人呢，主人也不灵，明白吧？说你的身体你是主人吧？你能做到你的身体主吗？大家考虑考虑，说我让他不变，我想让他怎么样怎么样，办不到，做不到主。就跟你到中国人民银行想拿1000块钱，拿一块钱你也拿不到，那是名字，不是实际。你像你我是个主宰业，你回想你什么事儿能做得主？业不由己呀，你做不了主啊，没办法。那要有个什么办法呢？佛告诉我们办法，修啊，你达到无我了，这个无我变成一个无不是我。
大家好好参去吧，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